你们俩再次风流快活，陆姑娘的安危你不管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你出生入死的那位朋友的安危。你说我娘子，陆姑娘，她发生什么事了？她刚才已经被李莫愁抓走了。什么？她有没有危险？你放心吧，陆姑娘暂时没有危险。她一口咬定说那本武动秘传被丐帮的人抢走了。 所以李莫愁压着他去和丐帮的人算账。不行，我要马上去救他。哎，杨少侠，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错，但是我恐怕你仍然不是李莫愁的对手。救人的事不宜超之过急。是啊，杨大哥，你还是小心行事为上。谢谢姑娘前来通风报信，为这阁下尊姓大名。剑敏何处挂齿？我们还是想办法救出陆姑娘。那请问姑娘有何妙计呢？ 论武功才智，江湖阅历，杨少侠都比在下高明。在下还是听从杨少侠的吩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唯有追赶上去，然后随机应变。完颜姑娘，杨大哥，你有恩于我，现在你的好朋友有难，我当然要助杨大哥一臂之力。那好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那么有劳姑娘带路。我打听到李莫愁这个女魔头约了丐帮的人，中午他们在这儿见面。 我看他们很快就会到这儿了。李莫愁这个人非常机警，而姑娘你年纪轻轻，竟然能够跟踪上她，实在令人佩服。杨少侠，你太过奖了。啊，那个女魔头认得你，你还是戴上这个面具会安全些。嗯，姑娘，你果然想得周到。对了，姑娘，刚刚在路上我看你的轻功不简单，请问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？我的轻功乃雕虫小技，微不足道。杨少侠，你见笑了。 有人上楼来了，怎么办？咦，是他们！哥，你看那是谁呀？ 看来你和这位完颜姑娘都挺有缘分。不要多事，坐下来加东西吃。等一会儿我能把那本武动秘传拿回来，倒也罢了。不然的话，如今我落在你手上，你要杀就杀吧。就是这位道长约在下两位兄弟在这里相见吗？丐帮的人果然准时。 不知道长约我们兄弟俩来有什么吩咐？臭丫头，你也在这儿！两位有事慢慢说，请坐。贫道有几句话，想委托两位转告贵帮帮主。到底什么话？贫道与贵帮一向井水不犯河水。 日前，小徒手上一本书被贵帮弟子抢走了，希望贵帮帮主早日归还。笑话！我们丐帮帮主怎么会做出这么无耻的勾当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两位还是看看你们的手。原来你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。贵帮帮主拿走的不过是一本破书，要也没什么用。 只要早日归还，我就会帮两位解毒，否则的话，我要贵帮1000条人命来补偿。你就在这儿等我们的消息吧，走。哎，带口信这种小事，何须两个人一块儿去呢？混账！我们两个一块儿来，就两个一块儿走，为什么要留下一个？如果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看来贫道我留不住你们。 这位道长出手未免太毒辣了吧？我们汉人的事关你蒙古人什么事？哎，说的对，汉人的事应该由我们汉人管。这位兄台，劳烦你替在下压阵。啊，在下没带兵器，想借姑娘的兵器一用。你到底什么人？
哎，大美人，你不是这么没记性吧？我曾经抱过你呀，你这都忘了？杨过，弟子杨过拜见师伯。你师父呢？哦，你说我姑姑啊，她就在附近，一会儿自然会来见你。既然如此，你来干什么？姑姑命我向师伯求个情，希望你能放陆师妹一马。你乱伦犯上，你和你师父做出那种苟且之事，有资格管我们师徒间的事吗？林梦成，你侮辱我姑姑，你信不信我？既然做了，干嘛怕人说？我们古墓派出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真是门户之耻。林梦成，你胡说！我师妹曾经立下重誓，除非世间上有个男子肯为她而死，否则终身不出古墓。如今既然随你下山，你敢说你和他没有做出越轨的行为？你血口喷人，玷污姑姑清誉，我要取你狗命！糟了，杨少侠上了你魔头的当，那怎么办？道长果然好眼力。你师父是全真七子哪一个？全都不是。你师父总不会是王重阳吧？哥哥，我跟他。你们几个一块上！师姐，求你念在同门的份上，把我放了。我也想放你。但是如果我真的放了你，那我也只有死路一条。谢谢姑娘相救，岂不姑娘有什么话对付完那个女魔头后再说吧。你没事吧？起来。没事，放心吧。林梦成，从今日起我再不认你做师伯。你已经是我师妹的男人了，我当然不是你师伯。又侮辱我姑姑。小太，你没事吧？娘子，我没事。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，我李莫愁一日之间竟然遇到这么多武功不凡的小辈。林莫愁，你害怕了吗？哼，我会怕你们？只不过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大开杀戒。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叛徒交出来，我就可以饶你们不死。耶律兄，耶律小妹，完颜姑娘，娘子，这位姑娘，你们先走，这个女魔头让我来应付。傻蛋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没错，要走就一起走，要打就一起打。说得对，杨少侠，我相信用我们六个人的力量一定能对付这个女魔头。岂有此理，竟敢口出狂言。好，就让我李莫愁今天送你们几个小鬼上西天。李莫愁，我们两兄弟找的你好辛苦啊。你们是？当年在陆家庄是你把我娘杀了，这个仇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哦，原来是两个没用的东西。云魔头，我们俩兄弟今天要杀了你，替我娘报仇。哼，就凭你们两个没那么容易。李伯成，你的口气也未免太大了吧。李伯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个丫头再次出现，莫非她父母也在附近？怎么看见我害怕了？杨过，
杨过，你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到全真教去学武了吗？傻蛋，他是什么人呢？怎么一来就问长问短呢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干嘛叫他傻蛋啊？这些事一会儿再说吧，我们先对付女魔头。妈呀！小心兵破银针。我今天看在桃花岛郭大侠夫妇的面子，就饶了你们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日总有机会再碰头。女魔头，你别跑！哎，又让他跑了。你们两个真没用啊，就这么让他跑了。你们两个不要告诉别人你们是我爹的徒弟啊。杨过，还是你最本事，知道那个女魔头会放暗器。如果你不在啊，我看大武小武啊，他们早就……刚才那位姑娘呢？刚才李莫愁走了以后，那位姑娘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我想叫她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对了，傻蛋啊，刚才那位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不过我好像觉得我认识她。我也不知道她的身份。杨过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聊天行不行啊？我们好久没见了，干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也好，耶律兄，耶律小妹，刚才幸亏两位出手相救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我们一块儿去喝酒吧。那我们确实不恭了。好啊好啊，走吧，我们走啊。大武小武啊，如果不是杨过提醒你们，你们早就中了女魔头的毒针了，还不快点谢谢人家。如果要谢的话，应该谢谢在座的各位。大哥，你说对吗？说得对，刚才得到各位少侠相助，才能吓跑李莫愁这个女魔头。我们两兄弟敬大家一杯。各位请。杨过，你不是去全真教学艺吗？全真教的生活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像道士那样要守清规戒律啊？全真教的生活当然比不上桃花岛那么逍遥自在喽。那当然啦。哎，杨过，看你瘦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全真教的东西不好吃，你多吃点补补吧。对了，杨大哥，听说你们全真教乃是玄门正宗啊，不知何时有机会向杨大哥请教。全真教的武功哪儿比得上郭伯伯和郭伯母的武功厉害啊？两位武兄，你们见笑。不是啊，我刚才看到桃花岛的武功也不过如此而已啊，连李莫愁的一招半式都记不住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起我们桃花岛的武功啊？事实就是事实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如果那个女魔头不是碍于桃花岛郭大侠的威名，也不会这么快就走啊。还是耶律大哥的见识广，不像那些断胳膊瘸腿的没见识。你说谁断胳膊瘸腿啊？陆姑娘，别和他吵了。杨过，你在哪认识这些下九流的人啊？我杨过出身贫贱，结识的都是一些性格直率的朋友，哪儿比得上郭大小姐？你是名门之后。身边有那么多专会拍马屁的朋友。杨过，你说谁专会拍马屁啊？哎，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一起，不要为了这些小事而伤了和气。是啊，我看我们还是喝酒吧。各位，听说杨过失陪。杨过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杨过过惯了下九流的生活，这么大鱼大肉我吃不惯，你慢慢吃吧。哎，傻蛋，等等我，看见这么多猪啊牛啊，我也吃不下。杨大哥，陆姑娘。哼，说走就走，福妹，他们分明是不给你面子。没错，福妹，他们这么不识大体，我们不要理他们。你们两个才不识大体呢，人家在跟杨过说话，你们两个插什么嘴啊？还是耶律大哥为人稳重，小妹敬你一杯。干杯。耶律大哥，我看你不像中原人士。是啊，我的家乡是蒙古。蒙古啊，我这么大都没有去过蒙古啊。我小的时候常听我爹说蒙古那边的风景好漂亮，到底蒙古的风景漂亮还是中原的风景漂亮？傻蛋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都习惯了。国父从小娇生惯养，他说话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，刚才他说的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才不怕他呢，他说我，我不会说他，我真是为你生气啊！姓武那两个兄弟啊，分明是诚心针对你，张口闭口他们就……算了，难道我和他们一般见识吗？傻蛋呐，你这个人太好了。进来。哎，
我还是出去吧。傻蛋啊，别和一些无聊的人耽误太久啊，知不知道？两位五兄弟来找我，不是找我出气的吧？哎，杨大哥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刚才我们出言顶撞，希望你多多包涵。说的是，虽然以前在桃花岛我们时有争吵，但是那是以前的事了。相信杨大哥，你一定不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的。是啊，杨大哥，这段时间你在全真教学艺，觉得怎么样？我杨过无父无母，其实在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听杨大哥你的语气，似乎全真教的道士对你不太好啊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师父要把杨大哥送去全真教呢？可不是，杨大哥，如果你在全真教那儿过得不开心的话，我们可以求师父师母让你回桃花岛啊。两位五兄弟真的这么关心我杨过？当然了，常言道树大好乘凉，以师父和师母在江湖上的地位，相信没有人敢不给他们面子。而且杨大哥你一回到桃花岛，外面的人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说得不错，江湖上有多少人想借助师父和师母的威名啊，我想杨大哥你也不会白白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吧，是吗？我杨过有岂会是攀附权势之人，我不会回桃花岛的，两位大可以放心。虽然你自己不想，但是福妹她一片好心，说不定她坚持要你回去呢。我杨过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世上根本没人能阻止我，两位不必操心。既然如此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杨大哥不影响你休息了，告辞。他们俩实在太小看我杨过了。傻蛋，傻蛋，傻蛋呢？福妹啊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你偏要叫杨过去吃早饭呢？是啊，你不如多睡一会儿。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们两个少废话啊！是你啊，杨过呢？你们昨天晚上和傻蛋说了什么？傻蛋，傻蛋，搅得这么亲热。喂，到底你和杨过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与你无关呢？你们快说啊，到底昨天晚上你们和傻蛋说了什么，气走了他？什么？杨过走了？你开心了？昨天晚上我们聊得好好的，这两兄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就气走了他。大武小武，到底昨天你们跟杨过说了些什么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两兄弟只不过劝杨过回桃花岛，希望和他冰释前嫌。大武，是不是真的？是，我们还说替他向师父师母求情，让他回桃花岛呢。真的？福妹，你不信啊？我们两兄弟可以对天发誓。是啊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们这么恨傻蛋，会有这么好心吗？如果傻蛋出了什么事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你们。这个杨过怎么会不辞而别呢？气死人了！福妹啊，其实你不用这么生气，你知道杨过这个人一向都是这么古怪。是啊，他说的对啊，如果师父知道了我们见过杨过，还让杨过走了，我怕师父会责怪我们。那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啊，如果见到我爹呢，千万不要提我们见过杨过这件事啊，知不知道？当然不会了，大哥。
下山了，谁在这儿大吵大闹的，影响我休息啊。哎哎，你是谁啊？啊，大风大雪的，你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啊？大风下雪，我一个人到底来这干什么？你问得好，我到底一个人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笑什么？哎，那你又哭什么？哭什么？我生来命苦，我活在这个世上根本就多余的，还不如一死了之，反而一干二净。混账，我老乞丐活了几十年了，还没活够呢啊！你年纪轻轻的就喊着要去死啊！啊！我爹被坏人害死了，而我娘她也是客死异乡。现在连最疼我的姑姑，她要离我而去，你说，我活在这个世上，是不是多余的？看你长得相貌堂堂，想不到你这么糊涂，这么混账。哎，如果我是你那个姑姑，我不止要走啊，而且要走得远远的，永远也不要见到你。你既然知道没有人疼爱你，你就更要自己爱惜自己了。你身负血海深仇，不思环抱，你的至亲离你而去，不思寻访，就知道在这儿自意自愿，要死要活。你这样思念他，挂念他，你以为他会知道吗？不错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替我爹娘报仇。我要找我姑姑。谢谢老前辈指点。对了，刚才我听你喊了几声，觉得你的内功真是有点功底呀。喂，你的师父是谁呀？姑姑说她要做我的妻子，不做我的师父。我没师父。哎，你不说就算了。总之你不是藏边无丑的同党就没事了。藏边无丑是些什么人呢？不要说这么多了。对了，你肚子饿不饿啊？来来，我带你一块去吃这个人间绝顶美味的东西啊。哎，好轻功。连风雪都停了啊！老天爷一定是知道我心急，诚心帮我啊！老前辈啊，这公鸡是你埋在这儿的？是啊。但是为什么公鸡身上会有这么多蜈蚣呢？公鸡和蜈蚣啊，天生相克。我把公鸡埋在这里一天一夜，它就把这个周围的蜈蚣全都引出来了。难道这只公鸡被蜈蚣咬了以后会更好吃啊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吃公鸡啊？人间最美味的东西呢，莫过于这样了。还有啊，吃蜈蚣那是不能喝酒的，不然的话呢，就吃不出这个蜈蚣的鲜味了。嘿嘿嘿，来，不用客气啊，来来来，尝尝，来来，啊，来尝尝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吃公鸡吧，我爱吃公鸡。哎，这只公鸡被这只蜈蚣咬过，剧毒无比啊，你想找死啊？来尝尝尝尝尝尝，这碰都不敢碰啊，胆小鬼呀！谁说我胆小鬼啊？哇，一口就吞下去了，嚼都不嚼啊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吃蜈蚣也算英雄好汉呢？哎呦，
天下有多少人自称是英雄好汉呢？但是有谁敢像老乞丐这样有胆量吃蜈蚣啊？吃就吃了。喂，味道真不错。当然了，嘿嘿，哎呀，喂喂喂，你慢慢吃啊，给我留一点啊。前辈啊，不如把这只公鸡再埋在雪里面吗？没用了。第一，这只公鸡的猛劲没有了；第二，附近大大小小的蜈蚣都被我吃光了。那，我们现在吃完了好东西，不如这样，我带你去享受别的。吃完了佳肴之后，出来欣赏华山的美景，这是人生一大快事啊！前辈啊，你上山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欣赏华山的美景，以及在这吃蜈蚣吗？说起来话就长了。我在广东的时候啊，听人家说这个藏边无丑是无恶不作，于是呢，我就想亲手把他们铲除。可是呢，等到他们五个人到齐，可真是不简单呢。所以我呢，就从岭南一直追到华山之上。足足五天五夜都没有睡觉了。前辈啊，莫非你就是人称九指神丐洪七公洪老前辈？想不到你这个年轻人呢，见识倒挺广的啊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姓杨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，贱名不足挂齿。洪老前辈，你威名远扬。你两位徒弟郭靖郭大侠和黄蓉黄帮主都是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这些天下人谁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提起那个黄蓉啊，我真是忍不住了。我很久呢，这个没有吃过他做的好菜好饭了。哎，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欺负他那个傻乎乎的靖哥哥呢？其实说起来呢，一个人没名没份没地位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。那就像我老乞丐这样，做了几十年的帮主，说到真正逍遥自在，还是最近这十几年，也这个算得上是杳无牵挂，是逍遥快活呀。哎呀，那年轻人啊，我刚才让你把我吵醒了，现在呢，我要睡他个三天三夜，天塌下来你也不要吵醒我。你就要负责守着我，不要趁我睡着以后让那些野兽把我给叼了去就行了啊。好，是了，洪老前辈。怎么在他身上的雪不化呢？一定他在睡觉的时候继续潜行内功，把所有的热力集中在心内。姑姑让我睡寒冰床的目的，我想他也是想我练到这个境界。如果我有洪七公一半的功力，我也死而无憾。洪老前辈，起来吧。洪老前辈，这么凉啊？怎么没气了？嘿，那个老乞丐整天冤魂不散的缠着我们，搞得我们像丧家犬一样。就是啊。哎，您看是老乞丐。你们看看。断了气了。真是天助我也，他终于死在这里了。他武功这么横，怎么会死在这里呢？武功好就不会死了吗？你看看他也一把年纪了吗？幸亏阎王爷把他抓去，不然的话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跑了。岂有此理，没理由让他死得这么安乐的。我们把他砍成一块块的，人死无全尸。好，来呀。
谁敢过来，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。臭小子，你前无去路，如果你把桥砍断，一定会死的。要不信的话，可以过来试试。不用跟他硬碰，守在这里三五七天，断他水粮，看他能维持多久。对对对对对。洪老前辈，洪老前辈，你醒醒啊！你先坐下，好家伙！嚯，味道不错啊！是啊，不错。臭小子，想不想吃块肉？想吃肉的话，你就过来呀、啊！臭小子，快过来、啊！过来呀、啊！过来吃啊！行，吃啊！过来吃、啊！来喝喝喝！喝喝喝！来来来！不到这个臭小子啊，骨头还挺硬的。是啊，哼，害得大爷在这儿喝西北风，如果他落在我们手上，我非要折磨死他。杨过，杨过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洪老前辈根本已经死了，如果再拖上半天，恐怕不用藏边五丑出手，我已经饿死了。我答应过洪老前辈，我一定要坚守。你放心吧，我杨过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前辈，我已经遵守了我的诺言，保护了你的遗体三天三夜，但是晚辈真的无能为力了，只好把你投入深谷，免遭坏人凌辱，请洪老前辈您见谅。来，臭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兄弟，你果然言而有信呐、啊！洪老前辈，你其实呢，在那五个丑八怪钻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醒了。不过我想试试你有没有信用啊！现在证明我老乞丐果然没有看错呀！前辈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好，想逃走。看不出你们五个丑八怪的内功根底不错呀，挨了我几招居然没有死啊！喂，你们几个的师傅是谁呀？啊，我们的师傅就是达尔巴，鼎鼎大名的西藏僧人金轮法王就是我们的师祖。金轮法王，他是谁呀？怎么没听说过？我们师祖武功天下第一。混账！谁这么大胆敢跟我争天下第一？爹，你说什么？爹，你不是说你自己姓杨吗？前辈，你不要误会，他只不过是我的义父。啊，哎，你们五个丑八怪，今天虽然你们大限未到，不过武功已经废了，以后不能作恶多端了。快点给我滚呐！是。爹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喂，你的武功挺厉害的，你是谁啊？哦，原来这个老毒物还是疯疯癫癫的，还没好啊。啊。哎，我就是欧阳锋嘛。喂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谁？怎么我不知道啊？啊，儿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爹呀，你不就是你不是臭蛤蟆吗？臭蛤蟆，你连自己都忘了啊？臭蛤蟆，哎，我真叫臭蛤蟆。对，你真叫臭蛤蟆呀。欧阳锋，
你笑什么？我喜欢笑就笑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岂有此理！爹，红老前辈，您不要再打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想不到你这个丑蛤蟆的功夫进步很大呀！啊，厉害！欧阳锋，你的武功也不错，不过比我还差点儿，是吗？嘿嘿，那要比过才知道啊！爹，洪老前辈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，先吃点东西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好香！吃！哎，丑蛤蟆，有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俩不打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我先吃点东西啊！哎，爹，爹，先吃点东西吧，爹，爹，快吃点东西吧。嗯。对了，爹，上次你走了以后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，爹。你对孩儿真好，哎，你是我的乖儿子，那，你等着爹把他打败之后，就带你到处去闯荡江湖。爹，那位前辈呢？他是好人，你不要再打了。混账！他是欧阳锋，欧阳锋是大坏蛋，怎么是好人呢？是啊是啊，欧阳锋是个大坏蛋。欧阳锋死有余辜，欧阳锋是个畜生。前辈，欧阳锋。刚才我们的拳脚还没分胜负，现在我们就再比兵器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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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比就比！哎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，我爹他恶病缠身，头脑又不清醒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和我爹比武功了，好不好啊？嗯，好好好好。嗯，臭蛤蟆，我跟你比了，算你赢了。岂有此理！赢就赢，输就输，怎么能算呢？啊，爹爹爹，你让他休息一下吧。你看看他一大把年纪，胡子都白了。你们两个都打了大半天了，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嘛。不然呢，他虚脱而死，让人家知道就会耻笑你欺负老人家了。啊，儿子，你说的对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是啊。欧阳锋，今晚我姑且放你一马，明天我们继续打。嗯，好。爹，洪前辈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爹，洪前辈，不要打了！是衣服缠着我。这场大战百年都难得一见呐，你站在一边学吧。儿子，我的武功天下第一，我一定要打赢欧阳锋。Yeah.
你叫老乞丐出来什么事啊？洪老前辈，我不知道义父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但是我希望洪老前辈你看在我义父已经这么大年纪，还有他现在已经疯疯癫癫的，希望洪老前辈你大发慈悲，不要再和我义父计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这个老头，想不到他一辈子作恶多端，到了晚年居然收了一个情深意重的义子。谢谢你，洪老前辈。谢谢你，洪老前辈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老实说呀，我不跟他打没关系，但是他这辈子呢，仇家众多，他现在神志不清，我是怕。洪老前辈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义父的。那最好了。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要让他再害人了啊！等我找到姑姑之后，我会带着义父到深山去隐居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老乞丐也应该走了，我们后会有期了啊！洪老前辈，后会有期。欧阳锋。你想逃走？臭蛤蟆，你想跟我比耐力啊？总之今天不分胜负，就永不罢休。爹，洪老前辈，不要再比了。前辈，你们两个不要再比内功了，不然的话会两败俱伤的。只好试试。啊！爹，你怎么样？洪老前辈。你没事吧？心中生花，爱在迷迷糊糊。